是不是我还好像有两个风，是不是有弹这个风的？这个三数三，一个三加一个数。掉头，随后走最右侧。右这里还蛮多人的，你看。然后呢，还有走最右侧的风。你看，步行街，那还有集市，就是集市。但是那个活动不是集市，每年不都是？我们去年走最右侧车来过吗？你来过这里集市？我没来过。我说路过，路过，路过。360行车记录仪持续工作中。嗯？爬树了，爬树了。错了，那边才是。随后到达目的地，到达 BFC 外滩金融中心附近，目的地在您右侧。集中心打卡一下万代的活动。是吗？然后进去他看那个。注册的那个信息是吧？我打对。好，我们来到入口。扫一下。为什么我们不买东西？扫过了，扫过了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还有小礼物。我在旁边。好，高达艺术展，这个就是万代的一个活动了。好。聊到吗？拍一个。好，上来我怕收进去。你用这个手机帮他拍的啊？不想拍这个，你要不要？我拿这个手机。光回去的，你至少拍正，我来画面中央。好的。你笑得好搞笑。好了。可以用这个手机拍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电镀啊，这个 DOE。品牌吗？嗯，这什么衣服的品牌 ？DOE 上面有写吗？对啊，那是什么？对，就是一个文化街区的品牌嘛。哎，这个还可以的，这个。我看不懂你在想什么，别动。这是联名，这个还不错。哎，这里不是有周杰伦的啊？周杰伦的联名吗？去拍张照，看这个。周杰伦的联名，站好。对。J， 等一下，我把周杰伦也招进去啊！等一下 ，J。明显不是平面。帮我拍一个，帮我拍一个。现在是怎么站着的？你要拍啥？哎，这个，你难道要拍你？再等一下，你走前面。好。
看这边。我们来哪里了？介绍一下。奥达，我来自奥达战神华吧。奥达，蓝宫梦跟万代蓝宫蓝梦宫的嘉年华。今日已发放完毕。把这个二维码开给大家，明天大家可以。今天已经完了，就四十五，就是你可以找到45个高达，然后呢，他会给你一个纪念徽章，但是已经发放完毕了。我们下午来的，人还是蛮多的。有些这个吧，是游戏试玩，这叫氪金对决的啊，打卡一下游戏。嗯，要打卡游戏，走吧，这个就是个、啊、那个他那边银魂是什么呀？银魂区就是也是这个有耳朵，但不知道是什么。银魂可以有些游戏吧。还是大家都要看高达，周杰伦联名高达，太多了。我刚刚感觉到那个吉普的特别限定，展会限定，对吧？嘉年华限定。我去拍一个，等一下。你是多少克？放了。哇，这好像是 MG 号啊，上面有纹。对。这 MB 的好像。好，买一个。节奏买了。买了以后会升值的。包。奥赛罗。外加我去买。不 ，cosplay。这个是火影，是吧？的小看悠悠球表演，你看有步枪没有盾啊、哦、对对啊，这里小姐男士呢？那个拼装的没有什么，他就算拼到成功了也就送个一技，就是那个跟基地一样的。那里不是有个 RG 的吗？摆了给你看的，都是送个一技。现在基地已经不送了，送基地预约了还是送。你去在那里喊我要参加活动，他还是可以送基地。OK 啦，那最后掌声给陈姐，谢谢。蓝色禁区是什么 IP？ 打篮球啊，我要打足球啊。吧唧。哎。然后卖那个联动吧唧的。很辣。这还是蛮难的，你看。这太难了。
差一点两块钱，就拉成各种各样的。哎呦！哎，好，往前面走。好，它那个有的，它会。等一会儿，刚刚加载一下啊。好了。就好了是吧？对，两只手。对的。然后它的那个反馈在我的核销就好了是吧？哦，对。啊，这个是没有中是吧？对，这是手机壁纸。手机壁纸，这么高级。没有球，我也没听到。壁纸优惠券跟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火影的一个试玩。哦，好。好。好，然后我们试玩一下，手放这里。我拿一个封的，还是铁的。好了是吧？好，来来来来，抬一下。水好，有水就是财。它还有一个。哎，然后呢？再好，好水，水是吧？就拿就好了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拿到一个水的。拿他们去购物了，然后我在这里来打卡。谢谢。只剩俩了，我感觉你俩都玩好久了。好，后面失误太多。你看，这里的生意，可能 IP 的生意可能很好。买个东西还要排队，还要排几个小时。茶碗、塑料茅台。排队进贩售区。漂亮，好，从旁边可以走，旁边可以下。好，现在排完队参加完活动，在荷包里。你的票呢？才能够进贩售区，可以扫那个码。别把票搞掉了，不然。我来进货了，高达立项，扫那个，这个应该扫了的就会有三个。我们走了，对对对，这个东西都在二楼呀，那就往上上上了。这边是艺术联动了，对啊。不对呀、啊，那。上去问一下，没事。好、哦，要跟着走，这么复杂。这个活动的路程设计有点。跟着我走，跟着走。
那去购物还要有人带了才能够进。这个好复杂，它这个就是路线的设定的。对，上楼。下来的地方，全票进入。喝啥呀？喝啥呀？这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有什么问题了，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场地联动方的要求，要场地里面过一下，知道吧？就是他要推广这个地方的商业嘛，把流量所谓的导入给商业了。他就是这个，他的这是他设置的一个商业动线，就是商业那块要从这里走。搞得有点，报道一下，对，报道一下那个。你拿卡片给我看一下。进。好，这里可以再拍一下。再来一个扫的，对，哥哥扫。哥哥为什么一个都没扫？哥哥扫。哥哥你为什么不扫？他扫一个就。他没扫哎。第三个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装的那种就是装的那种。你是不是有死鱼鳞啊？这个裤子，哇，这个啊，这个好帅，对对，大卫一日九。三周年还真是三周年吧？我买这个，这个是这个限定的，会长限定的。399，339。反正是电镀的还是？嗯，还可以哦。来，这个这挺帅的，对。看得见吗？还有剑，穿过去。好像是 CSM 的剑，哇，好是。我是真没找到。你解说一下我的路。那我就给你那啥呀，是吧？那我跟你说啊，别的那个。哎。哎。买这个吧。买个这个，那个有。2007。可以的。我投资一个。这个不猜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M，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会长鉴定的感觉是。MB 吗？中国内地全球率先发售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。本身就喜欢异端机型嘛，就买一个这个的。好有钱啊你！你不买手机了的？就是有个这个这里的一个峰会，它的火山炮修复没有？没有修复吧？看不见，好像是没有修复，你还被挡住了一个。那就买这个嘞。好吧，这个感觉可以，这个89。我感觉没什么用。89块。啊？它这个是预涂装。走走走，这个好。还可以开合的。不知道能不能开合。这个胸像就比你扭出来的胸像稍微的贵一点点。会场中扫描此电话二维码即可获得100积分。杨浩宇，想好买什么吗？买这个电镀的，这应该是会场限定。这里面有些限定，你要买。这个没用，还不如买那个胸像，80的那个胸像，或者是买这个 RG， 就买 RG 2.0，你要买这个？嗯，这要400。这个应该，这个是嘉年华鉴定。他想买这个。买，你反正我有钱。我有钱吗？妈让你买。爸，这个。他这个可以买来去那边换一个峰会，这是项目都要819，大王，就是像大，这应该不是会场限定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不是会场限定，没有限定的那个。那就不赚了。
他就是送的，这个是标准版，送了一个会场限定的那个峰会，这个又不是限定。连这个都没有每人限购，肯定就不是限定。还有筷子的。黑狐的，黑狐的好像是低叉黑狐的剑，不对，好像是低叉黑狐是啥。峰会请到全台领取。哇，这个其实是奥运，我就想买足球球鞋。这里有啊，换这里换彩透的飞身自由，然后要什么？要的是秘密呢？这里有没有盒子好一点？谁高呀？我这都磨损。哎，这个有彩透版的超越全球了，好贵啊！这个彩透版的超越全球。哦，它有两种彩透版。这个好像好吧，放的。这好像看。这。还好。这在那里，怎么在这里？你拿着我在拍东西，你。我感觉你很奇怪、啊。再生，塑料配色，你看博眼。再生就是个。一个透明配色的沙达比，哇，买了，买的，买的。看看网上多少钱，网上好像也。你把你那个放着。啊？拼夕夕网开。绝对高的，找不到，我掉不够。对，这有个亚克 S H。再来是自己让自己很尴尬。好棒！我爱我这边要做什么？走。确定买这个？确定买这个？对啊。翅膀还是蛮好看的。再去看看有没有那个。有这个 MGSD， 是今天是不是又要出一个 MGSD 啊？登不上去了，手机号能炸到哪里去？卡，我来，我来。网卡。没有流量了吧？关了，我来帮你查。有流量。没有激活。还没出。这有什么奥特曼的、啊？先生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边还有。基于的，就是低端产品。真骨雕的几乎没有。不知道，要问杨委员。仙女刚刚坐在那边。
嘉年华可以买的东西有这些。哦，这边还有柳蛋。可是只有外面的可以，这个啊，金生不了了，应该是右边这个。我找你们。可以，别淘宝，咱知道还是三块币吗？对对对。我上好了。对，什么的？没有这个公里不能行，让我留点。这个不行，三十。然后绿色的就可以了。最大的柳蛋。跟高达经济的联动。一端的红色机型展示，独角兽的胸像，然后这边有下一季的产品，夏季产品的魂殿的产品，萨姆，然后是数码宝贝的电镀版，然后是周杰伦配色的。小哥也，小哥也，我也是。嗯、你都是这样了，我买单。哎，这个地方有预约吗？来几发？你要来你去来的，我请你，请你来四发。四发为啥？四个人我们。我不要。多少钱一发？枪可以打子弹吗？打泡沫弹吗？这是个啥呀？奥特曼吗？就是奥特曼吗？就是可能是拉拉宝通的这个。小心！哇，喜欢！这头像我觉得还行，这头像可以发光。嗯。但这个东西它都不是限定，看见没有？它没有限定你买。走吧。要不要买个限定？哪个是限定？这个。随便你。别人都夸夸说。只能三个。不会很那个，因为你要很那个话，别人会找有名额的人帮着代收，知道吧？没有很那个，走吧。那别人还康康收？哎，太可能了，那可以，你收了可以。在家里主要不好保存，时间久了那个盒子都毁了，都没有什么太。以后很贵的，很贵的。
嗯，一个很贵的老师，应该会再版。这种东西肯定会再版，他没有。他好像不会会，但是他上面写的是，就算再版，他也不会是和这个一个批次的，他上面有会场限定。对 ，PP 限定的话，肯定还是会适当的有些价值，但是这个我先去凑凑东。要抽哪个？你抽哪个想好了没有？先想好，不要站这里想好。哎，你想抽啥？哎，什么？兔子，就要去抽兔子。好，那就去抽兔子来。好。C。哇，不错。可以挑选一下喜欢的钥匙。看一下喜欢哪个，它上面有图片。想要哪一个？这里面喜欢哪一个？什么杯垫子呀、夹子呀，是吧？杯垫现在只有一个这个，然后夹。不要了，好，这个夹子还蛮好看的。好嘞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出去了，我也。还去一点点。我左边一点。左边。往里面去一点。好多。这个是手办。好酷，这手办。杨梅这边有卖卡的嘞，杨梅。马上就要走了，别分开了。那车出去还是不出去嘞？不要放！哇！一个多少钱？一个是30，五百一。不早了。这是什么 ？Hot Wheels 的吗？这都是什么牌子的 ？Hot Wheels 是风火轮 ，Hot Toys 你想说的是？对，是 Hot Toys。好像不是，它这好像是手办吧，不是冰人，这是冰人啊，一看都会动。这个好像是好的 Toys， 在地台的。这个啊，这个是，对，好的 Toys 的那个全套。看自己在想什么。这手办好帅，走吧。我拍一点挡住我了。冰粉，每次哥出来就要上课。我想请你，
干饭，那边干的饭最多了。哪里有海鲜？那点过，咱那边我进去买个东西吧。买个啥？买个创，买个创，买个创。我要买个日向的那个小娃娃。日向谁？那个。刚才怎么买？我说我要买个。今天的礼品已经发放完了，在这个地方换那个徽章是吧？哟，在这边的一楼有，我找到了四个。哎，在这边的一楼有四个，正好就十五个了。好，我马上下来，我把这个照片啊，对，我可以拍张照片，你们可以来扫它。嗯。啊，我刚从这边出去的时候都没看到这里还有藏了一个。你看，在这个地方会藏了一个，藏了一个在一楼的电梯里面。这个是最藏了最好的一个。还是二十。爸爸，你在二楼找，哥哥、妈妈，你跟妹妹在二楼找，然后我跟哥哥去楼上找，去三楼和四楼一起找，你们两个就在二楼找。你把完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去三楼找。你把绳子拉好，绳子拉好。啊，只能二选一啊，那十五个的太容易了，四十五个的太难了，中间没有个中间键。这个配色是基地配色，这是基地的配色，对。这个是个啥配色？这个是那个叫什么？前段时间出的那个。对，这是那个，独眼鸡的配色。哎，你扫了吗？扫了。他那两个配，他的那个买东西的那女的，只有两个，哪里还有？对。这个没很多。他就是。让你们在这边拿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其实刚才为什么带着我们在里面走一圈的目的，就是为了。他商场的那个提供场地了吗？二，因为哥哥之前的那些没上、那个门口的三个34了。34。你爸才他差三个，对，32个，我差三个，你爸才35个了。他也是跟他爸一样，35了。走，楼下还有一个。你们去四楼找我们。好难走哎。哎，这个有可能会有。别人留言，要付钱了吗？不知道。